老姜两条。老姜，宇泉老师自己小心了。很喜欢你卡弹式的一种唱法，就那个弹最后真的没有出来。这小子也怕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们皮在痒了吗？口不择言了，我紧张到。哎呦，手下留情啊，各位，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喜欢你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啦！同门也厮杀，同乡也厮杀。志明妹妹，你看这风景美吧？太享受了。哦。啊。不过你不选我的话，我就给你这样。